您见过会说话的玫瑰吗？您暗恋的他生日快到了，送花的时候不想表达点什么吗？明天就是妈妈的生日，您用什么方式表达祝福呢？情人节到了，怎样给他一个浪漫的惊喜呢？一支玫瑰送给你。不要。啊？那这一束玫瑰？也不要。这个呢？讨厌。啊？这个都行了吧？那你想要什么？我就要花与玫瑰。花打印机可以在鲜花花瓣的表面直接打印文字或图案，甚至连您或他的照片也可以打印到花瓣上面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这束鲜花上啊，就印上了一个漂亮的姑娘。其实呢，您就是可以把自己喜欢的图案，甚至于自己的照片也印上去。仔细看看，这美丽的姑娘就是我嘛。来来来来来，送您一支。对爸妈、对长辈、对老师的感谢与祝福，对他的暗恋、对他的思念，平时想说不敢说、不好意思说的话，有鲜花打印机现在通通说出来了。哇哦，太浪漫了。我们正常价也应该是30左右，一支是30块钱左右正常价，现在是为了是促销推这个新的产品，是25块钱一支。高科技的鲜花打印机赋予了鲜花更深的含义，大幅度的提高了鲜花的附加值，增加了鲜花的销售利润。在香港，加工后的玫瑰每支售价28元，情人节更卖到了118元一支。